定欣、黄浩信、蔡洁、泰国人气 BL 剧《CP Force》同 Pete 等喺上海出席一个慈善活动。剧集《廉政追击》喺内地、香港两边反应唔错，尤其系定欣喺大结局中展现精湛嘅演技，被睇好有望再冲视后，佢都非常感谢观众嘅支持啊！今次呢套剧咁自己嘅角色。無論在內地啊、香港的觀眾都有好的評價，咁我覺得無論是什麼地方都好，其實反而是希望即係嚟緊再期待去挑戰更加多的角色咯。咁當然而家真係通關啊，咁希望都可以再多啲機會嚟到內地嘅工作，因為已經唔需要再隔離，係啦，因為隔離真係好辛苦啊。蔡姐和方毅經常在內地，一出來內地會不會跟他們取取經啊？學點經驗啊，能跟他們交流。對啊，前輩們。我心諗邊度邊幾時？諗極都諗唔起，好想多啲嘅。係啦，我諗都係分享一下我哋平時講開廣東話嘅演員點樣去更快咁樣可以 pick up 到國語嘅節奏咁樣。黄浩信近年同太太陈志尧屡传婚变，上年男方一直北上发展，直到前排翻咗香港，期间未见夫妻同框。而日前 YoYo 喺社交平台点赞网友单身评论，令离婚传闻再被炒热。黄浩信未有回应该事件，不过佢就透露嚟紧会继续专注喺内地发展啊。香港嘅嘢做完，咁就再开始翻嚟内地呢边，因为真系唔使隔离，咁就方便好多。咁所以我两边就。好咯，咁啊，內地嚟緊有啲工作嘅洽談，咁樣就翻嚟傾咁樣咯。咁所以而家就方便好多啦，大家其實交通啊各方面都好方便，好近好方便，咁所以都兩地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啦。而早前黄浩信有份参与由岳云鹏主持的 talk show 播出，大获好评，更被新一代上升天王岳云鹏邀约合作。黄浩信都话听到呢个消息，觉得好受宠若惊啊！受宠若惊。对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主持人，也是一个很棒的演员，也是一个很棒的喜剧人，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。而且就对于我来说，那个节目其实也是一个很大压力的节目，因为是第一次去做一个脱口秀的这样子的形式去表演，所以他有这样的意向跟对我的一个肯定，对我来说是特别开心。跟他期待，然后说两个人讲一个。我特别期待，如果他愿意去教我怎么去在相声方面去表演的话，对，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相声表演，因为从小看春晚也看很多，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，但是也想尝试一下。对。最近在开始聊一个综艺节目，那里面具体的内容暂时还不能透露，对。